don't stop. Come on, baby, don't you stop.头发型也太好看了，不挑脸型，超简单，把耳朵上面的头发分出来，再分成两份，这样交叉到发尾，然后从另一侧里面取一缕头发，把它们绑起来，在向里翻一下拉紧，另一侧也是一样的方法，大家再看一遍。接下来把头发拉蓬松，背影超好看，快学起来吧。 What you know?